好了，嗯。我去对比一下，颜色这个稍微发灰一点，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点点发灰发左黄？边是，我里面的，左边是李的，左边是李。尺寸的话都是一样，尺寸不会有什么太大差别。反正目测的话，目测不是差距不是很大的，基本上就是一样东西。是的，这个孔小一孔，点点。对，孔。这种孔是做什么用的？我不知道是用来重置的吧？是不是用来重置那个树的？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拿针插一下，然哦，后里面那个计数器会重置，好像。有道理。后就是有个盖子，这个没盖子，有里盖，的都是没盖子，是吧？有不可能行。会进灰哎。对，这个有盖子不方便一点，比如说这个盖子拆下来之后。哎，留的盖子能不能盖上去？可以，就它从，那个口是一样的。哎，稍小点。啊，你看打下去就有点，所以，稍小一点，这个啊，孔稍小，哦，试一下。还有按钮留就，的这条缝都是合不紧的。对，它可能是为了方便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怼进去它也裂开。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转换头，替换头。然后我们试一下，反正替换头能通用。替换头是能通用，看见没？实际上就黑点忘了。然后试一下它，那应该都可以，明显就是大概都一样。然后我们对比一下腔体。里面都是白色的。然后关看一下这个。这四个孔位一样吗？是不是不一样的话，如果以前买了留的，再买里的就装不上了。我们可以给它测一下，测一下，先测一下它。它目测的话是尺寸的应该都一样，都是29、30、30、30。腔体这段单独剪一下，好的。后面可能会整个都换。尺寸是一样的，整个都换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买六八全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孔位，孔位的话，目测来说是他们是一样的。目测的话，反正他们没有什么。你等一下啊。两，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区间。你应该说，用这个的话，是不是要扩大？然后知道它28、二二十，五二八。25、28，反正大概这个区间。曲线的话，因为你那个尺这个是有坡度，其实量不准的，对，你得用这个来我量看看刚才那个，这些，是不是不一样？有这样子，那是孔位不一样，这就二，没对准，没对到那个最小的、最靠近的地方。要这么对是吧？22，差挺多的。22.72，然后量一下这个。二十一样二的点呀，九，对一样，刚那个量是25的，因为是用这边，对呀，然后再看一下这横的，4.82，4.7，
4.9，差不多五吧，对吧？嗯。一样。一样。好的。一样的。你看这些螺丝的话，这肯定一样。21.33。怎么又突然就糊了？角度。嗯，差一毫米这样。嗯。看一下这个圆方啊，这个东西，剩下好像没什么，就这些东西。完了。嗯，完了。开始，先看小激光灯。好了。好了是吧？好呀。好。然后把枪体拿过来。哦。枪体，它这边螺丝孔位，应该是。这个我们量过，我们要量过这个尺寸吧。量过那个不是删了吗？你干嘛？对，因为我们拍个整体的话，大家就不用特意再去剪它。我们有个尺寸在这边就可以。好。能看清数字吗？数字可以看。你晃一下，因为它反光是吧？可以。然后把它放上去就好了，车上整体高度。但我记得不是这样子的呀，为什么是面对面的呀？怎么会变成面的呢？这一个是朝外的呀。这边这卡片，这小黄的情况不是面对面的呀，怎么变成面？面糊皮了，奇怪。开始这样子，发错了，应该有一面有一个这个水晶应该朝外的，为什么会面对面？面对面的有皮作用，有可能是倒着来吧，这样。因为我们要这端要放下去，这么来说应该跟那个那个墙，先量吧，先量，以后我们可以重新再拍。先把尺寸有了就行，到时候我们再拍，完全拆几个，因为今天不能拆，它一个多余买都没有，拆坏等一下还不够。这有一个，应该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不知道，应该可以随便切换，孔位都一样，这个应该是这样子，这个把它靠在这上面。
一个房，还是一个轴什么东西？但是还有个伺服灯带，这样子，还不知道它干嘛用。到时候我们再拆，到时候我们再拆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。今天我怕咱把它拆坏掉，防火跑不了。结束了。